青岛大学的毕业典礼又火了，不仅上了热榜，还直接得到山东电视台的全程直播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6月18日，青岛大学毕业歌会再次冲上热榜。参加这次毕业歌会的人，除应届大四毕业生之外，不少已经毕业的同学和部分媒体亦出席了该场毕业典礼。对此，有网友忍不住问道：每年青岛大学的毕业典礼都好火，青岛大学是音乐学院吗？怎么老是开演唱会？据悉，2019年时，青岛大学的毕业开场典礼凭借一曲《起风了》成功收获大量网友关注和点赞后，之后每年清大的毕业歌会都会成为重要的吸睛点，所以今年山东电视台选择全程直播清大毕业典礼也并不奇怪。毕竟清大首创的毕业歌会，每年毕业生的唱腔实力亦确实相当惊艳，这其实亦从侧面映衬出现代大学兼容并包、与时俱进的风采。大家觉得呢？